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当玩家呢按左上角的绿色旗仔的时候呢，那游戏开始呢，个波就会在上面跌落嚟啦，是随机咁跌落嚟。跟住呢玩家呢可以利用键盘的左键和右键呢去控制这个守门员的位置。当佢接到一个波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分的。那分数就会加咗在左上角的 mask 嗰度嘅。